肖淑妍，我加入琼德国军已经3年多了。那自从我加入以来，一直都有在上教练课，因为知道自己有惰性，然后没有办法自主练习，所以需要我的教练佩蒂在旁边协助我，然后调整我的姿势，帮我安排一连串的课程。跟佩蒂一起上课，可以让我身心灵放松。那我平常会运动的地方都是多功能训练跟重训，然后可以紧实我的腹部跟屁股。大家好，我是崇德健的教练佩蒂。那淑妍在过去运动了3年，3年里都有教练安排课程。那平均每周上课的频率是3次，那里面包含了重训及多功能训练，它是针对他的体态的调整跟雕塑去做训练。因为淑妍从事美发工作需要长期久站，所以会特别安排一堂全身性的伸展拉筋课程，让他身体比较放松。